唔知系咪因为头先嗰啲艺人佢哋嘅分享，真系俾咗我有好多感触，同埋有好多启发。佢哋头先唱嗰啲歌咧，好似好有治愈能力，好似将我心里面嗰啲伤口逐一逐一咁包扎咗。你哋咁谂？兩個月內啦，係啊，搞咗一個 show， 係啊，搞個 show 籌錢，跟住揾有冇人 invest 投資，跟住仲要籌埋嗰即係200多萬啦，因為個低收入家庭我哋免費咗3000多張飛出去啦，咁所以其實好感動嘅，因為我哋其實唔係淨係俾280。我哋580同880都俾佢哋噶，咁所以有啲朋友佢哋收到張880元嘅飛，佢哋係難以置信，即係諗住你一定係送280。我話點解一定係咧？我話你哋係 deserve 要睇要食 fine dining 嘅，即係我好希望可以俾佢哋感受一下，即係四面台咁好短時間，即係大家都係要攞曬佢最專業嘅出嚟，所以好感謝佢哋啦，即係都冇乜甩漏，佢哋全部即係好多都一口答應啊。有些可能是剛才你知道 Eric 特登飛回來啦，那祖藍又是回來啦，那跟住Janice 他又 postpone 他自己的事啦，他為這個 show 啦，那Jill 啊全部，那有些可能譬如Mac 他是即是最尾我們找到他是他願意去分享他的經歷，那因為我的基金是做一些情緒健康的，那所以都很想讓他們知道其實 是可以醫治咯，即是可以不一定要輕生的，咁呢個係我哋好希望帶到一啲希望俾啲朋友咯。睇咗之後，有啲人有信心，將來我哋話啊，可能做嘅唔係演唱會喎，係一個舞台劇啊、音樂劇啊，即係唔同形式去做，都係希望可以免費俾啲我哋香港即係有需要朋友嚟睇啊、鼓勵啊。我希望咁啲 artist 都話好啊，出年再搞喎，好啊，希望出年我幫你籌埋，俾翻啲歌酬你哋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唔可以次次揼佢哋心口，即係我希望即係多啲人相信呢件事，我哋點去祝福香港，因為香港其實有很多即基金，他們都是即他們都很有雄厚的 background， 其實是即對他們來說是比較容易的，即如果他們啊，我就願意幫你攬曬，那就不用我這樣揼石仔去籌出來咯，那就變成我就不用分心，就可以再做得多一些不同的事，今次因為要顧太多事，所以真的沒辦法即做到盡善盡美咯，但我都覺得很感恩今天at least 大家都好開心，好 enjoy， 咁artist 又開心，場嘅人又開心，係啊，哥帶我信主，所以救咗我啦。咁我覺得係個信仰救咗我。咁其實呢啲經歷，以前我哋都話可能會比較避忌，唔敢講啦。但係當我哋呢十年內，好多人都輕生嘅時候，我相信即係以前嘅經歷係可以鼓勵到佢咯。即係每個人有時去到最盡頭，佢都會有呢一個諗法。但是怎樣可以將這個想法拿走而可以讓他們有希望呢，我相信我的基金即是我的機構就希望可以將這些人可以帶離開這些黑暗咯，或者不是只是我就是因為愛情啦，或者我破碎家庭啦，有很多可能是他們生命就太困難，所以我希望今天來看的基層家庭，他們今天拿到力量之後，他們可以不再是基層家庭，他們可以一路一路做得更加好，跟住到他是可以成為翻人哋嘅光咯。他知嘅。咁所以佢而家咁樣咁愛我，咩都唔緊要啦。其實佢係最辛苦嗰個啦，係真係辛苦佢，而家都仲喺度做緊嘢。所以都好感謝佢咯，即係我感謝佢係因為佢同我同心去一齊做啲咁艱巨嘅嘢，即係。
其實你第啲人可能會覺得你黐線啦，唔好搞啦，搞咁多，仲要自己幫埋手，但係佢唔介意之餘，佢仲辛苦過夜晚，可能十二點幾都仲喺度聽緊電話，呢、這個要飛，嗰、那個要派飛，呢、這個要俾邊個慈善基金，即係我見到佢我都心痛，但係即係佢都冇怨啦，有啲人可能打嚟。他可能都不知道他是我老公的嘛，我想想我要記得唱即是他好像即是他都要我去受晒所有不同的人，那我都要 sorry 不好意思，那我不特別 mention， 即是我們慈善基金全部都是義工，有些可能在上班他們未必可以這樣隨便接電話，但是即是很感謝他，他真的是這樣 去幫我們去做這件事。